这次是兑现点火之谜奏贾克斯啊，看着有点爆，还是按照之前的思路，第一集他开 E，我们就拉到后面去。拉开之后，武器也是果断选择用 E 清兵线，然后跟着我 A 忽然往下走，那我因为移速的问题也跟不上他，335对上350，等他过来咬他一口，然后不能再 A 了，直接往后退。这集真的是武器处理最正确的一集，难怪敢带点火，把这个小兵卡在身后往前走，等他开 E 的时候就可以。Q 骗一下 E，哎，他不交啊，那只能发一下信号。结果队友貌似不是很看小地图啊，男枪被收掉了，但这个武器也应该走不了了。打武器我需要更多的 CD，我们第一件也是选择了不可。
拿下，那这个大龙也是稳稳收掉。还敢走这里啊？配合泰坦大招把这个发条给干掉。打团看武器，他开 E 的话我们就把他恐惧开，这个英雄打团还是挺怕控的。我这个装备容错率真的是顶中之顶。最后本期视频到这里了，如果你喜欢明天绝语的视频的话，不要忘记点赞投币关注我，非常感谢，关注明天绝语，谢谢喵。这对面什么意思啊？我王狼人扛他武器了是吧？然后下一把补位了，想跟我们家的桑娜换一个位置，但是这两个人直接吵起来了，算了算了，我秒了。上一把引战引的有点狠啊。